第八届世界华商会议经过四天的集会，在台北时间前天中午闭幕。高庆委员长在会中勉励世界华商加紧迈向现代化道路和加强华商地区间以及祖国工商界的合作。会中并且由本次大会召集人周大为把华商会议的传统象征年船墩转交给下次将在台北召开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汪竹一。